任我处置。你吃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既然你已经没事了，那就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过几日要回京，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啊？你想跟姑一起回景国？若非如此，我为什么要巴巴的从河对岸游过来？是啊，姑也想问为什么。别说什么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在回景国的船上可是说得明明白白，不想和我有任何干系。昨日你不是已经跟萧凛离开了吗？为何不干脆让他直接带你回圣国啊？只想跟你走吗，叶希沃？自般若浮生出来，你就一直怪怪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明夜，没有他那么光明磊落。我不想拯救三界，也不想庇护黎明。我知道你不是明夜，我也不是桑九。可他们是夫妻，我们也是夫妻。桑九和明夜最终都没能解怨世界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更何况我这一路走来还遇到了很多百姓，他们可不管国君姓什么，哪里有活路他们就会去哪里。你治国有方，不仅我喜欢你，想跟着你，大家也都喜欢你，都想跟着你啊。叶希沃，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叫姑如何相信你？反正我人都在这儿，任你处置了，爱信不信。任我处置。御前侍女？是啊，不是你说任她处置的吗？这侍女的衣服也挺好看的。不错不错，冷酷君王，刁蛮小臂，有点对路。